林北又练台啦。听了以后，胖子讲得不错，隔壁男吵。干爹，你只是想听你自己想听的吧？垃圾。林北又练台啦。男人送女人衣服，不是为了要看她穿上她，而是为了亲手脱下她。哎呦，不然你问大干爹怎么讲？你说说看，你说说看，大干爹，我操，打雷哥，我不是包了吗？我只是水。林北又练台啦。八卦笔记本你关那么多，又不讲有屁用啊！狠狠炫耀你。我觉得过几天就会有实况订阅麦当劳霸凌攻读生的挂了，我也这样觉得。干，我是衷心的觉得，如果造成他的困扰的话，我真是非常的不好意思啊。有任何我能补偿的地方哈、啊，包含这个请你再吃两顿、三顿、四十顿，我都没差。没有，这真的是我这辈子最讨厌麻烦人了。跟造成别人麻烦了。为什么？那右边是队友哎、欸。那队友可以他妈让死，让他这样子走过来，我也是醉了。看真的不能信任队友，这游戏的队友都是低能的。等一下应该会有人在是什么靠北英雄联盟，然后就说，听说英雄联盟，听说爱打英雄联盟的人都喜欢吃麦当劳，但是你有考虑过麦当劳攻读生的感受吗？订麦当订餐之前都不确定自己的地址，送到了以后打电话过去问，才说啊我在天母哎、欸，我真的也是搞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啦，还要让我多排跑这一趟，外面天气那么冷，自己嘴自己。不过我定了，哎、欸，他等一下就来了。哦，好。再记得付钱。钱在这儿，剩下的是我的零用钱，对不对？是屎啊！妈妈，你有发现我皮夹里面没钱了吗？妈妈，剩下的是零用钱哦。是屎比较快。好，你们帮我去看粉丝团有什么靠北麦当劳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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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死定了。哎、欸，我跑得比较快。可是你爆了。没有，我要把水喝一喝。反正我现在 recall 我也是爆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要假装我回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他不推荐。干他妈草丛遇到雷克，这最靠北、欸。又练台了。给你5块，给那个麦当劳攻读生一些小费。R 没有，等下送过来，等下送过来就不是那个攻读生了。所以我他们没有车，他们没有车。等下送过来就另外一个、哦。干，我水好像喝太多了、欸。没关系，给他换一点，我水喝太多了。三瓶太多，够衰的！啊，林北就练台啦！从小靠妈宝的那种。林，台湾如此一个被吊打哎，不是人数，留个大招手车吧。你打太多了，10万人在看。哇，掉兵！哦，这样的状态好像还很好。太痛了吧，这个。衣服林好像没有要 cover 的意思，其实我被他带服我会死，讲实在话，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不敢带服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如果是我就带服他了。
他可能觉得我很强吧，可是他不知道我第一天练雷子。那我可以再推一波哎、欸，他应该回了。哎、欸，没回，那我要回补。反正他没带 TP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竟然直接推进来，好爽。差点被跳，好恐怖！干，眼睛被打掉了。啊，保持距离，把这波兵吃完就好了。还是一堆。啊哈哈！我懵了。我换盘了。干。我玩星星，我玩星星。妈的！星星啊，我需要星星。操嘞！他是不推线啊？他妈就直接过来干！受不了了。0.5 秒哎、欸！太晚了，太晚换坦，感觉我们缺坦。妈死！有一个坦在闹，真的他们。干，我没有叠好层数就上去了。就这个啦，他妈的，死神直接从他旁边经过，他都不知道。先玩个。嗯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要死了？我好像要死了。哇操！跑好快啊！哎、欸，我没死、欸，好爽哦！我刚以为我死定了、欸。我还多久六啊？我那时候星星是跟那个啊，东打完机。下吉祥了，我直接把他带一个立场，然后我跳出去，对面要找我的时候，我打后面射中。哎、欸，刚刚就是这一关玩星星，这个你还不来？哎、欸，是还有助攻，送啦。在干嘛、啊？那不是会先死？哇、哦，他让我来中哎、欸，就是死没关系。那人好好、喔，好我就从善如流去中路。雷哥大学开了以后，是不是结束以后会加跑速啊？小心他们冲出来。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卡，网络问题。小龙应该没事了。
我操！不打 AD， 为什么不打 AD？ 哥这眼睛插这边就是一个屌，没关系，我 TP 掉好了。各种飞欸，这个逆兵。欸，重点是为什么他们那个不见了？往后守吧，守在转角。雷哥怎么不见了？哦，我看到了。欸，为什么死神在我旁边啊？低能儿一个，欸，操，我去在旁边。打他！我去打他！他只有这一招哎、欸！我换一只，他就直到死。死神，每次换真招被我屌打。我就冰砖打死神的、啊，死神跑不走了。他们吉祥岛是不是？他们是哪一种吉祥工程师的吗？但我猜这超危险。真的是蛮累的。白痴哦，我就还在猜眼，而且我应该我先守吧。他那个可以隔墙头好几下。不是他到底要不要 gank？ 不 gank 就算了，不 gank 我就糊弄啊。糊弄对我来讲多好啊！我按到了。他不是死啊，不是死的。小鹿，上面有，就推过去。哦，我先别。你要去推中了、欸、他们。来喽！好嘞，两个人在那边直接死去，我不接啊！感觉我刚代表要开早一点。
不是啊，我刚刚没有那个啊，我刚刚没有那个奥数专精，我没有那个四成打不，那我没办法一直考。啊，火箭兵跟我在空中激战，干、啊、他有捕尸，难怪，还以为他躲起来。行。干他在空中有没有打输我了？要妈一直带妹子，我想说怎么会打不死、欸？我以为他很强。我死了啦，妈没妹子就死了吧，垃圾。一直都有啊，一直都有啊。有人点那个。不是，他现在都会送。少八七啦，几岁啦？五十死了，不知道了。放手，知道去打。已经需要，我好猴子。我操嘞！感觉我们会战靠悟空还是可以打，悟空吃出全攻击的，他应该也可以一套把 TF 秒了。怎么又这么多人啊？闪光死，闪光死！嗯，感觉翻过来可以打一套、欸。哇，怎么又被开了？这应该好像无解啦，这个人。如果这雷兹换成Faker还有机会吗？不用Faker，摸可就可以了。我现在来看，让你看看什么叫摸可。摸可，等一下，见一个杀一个。他是不是没 Q 到啊？啊，Q 到小兵啊！有没有摩克？哎，摩克，坦肯，坦肯奇为什么跑走了、啊？坦肯奇为什么跑走？坦肯奇，你刚跟我杀那个就好了。摩克，我干被闪晕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你这个，他刚都被虚弱，他不贴上去，够自己够自己，好没关系，我们饭在发育，好饭。啊！哦，这个字。不是啊，坦克机刚刚为什么在我旁边开车走？超低能的。他刚开车上去也没有拿到东西，对不对？因为刚刚是逆命跟那个悟空在打。觉得有点危险、啊。
别说了，相信。啊，他那机箱架的时间超级好，我完全没人发现，他就架起来了。匿名雷之刃很好玩。只是他妈他一直吃我的东西，我真是不懂。他是在偷赚钱干。哎，我们队友玩榴弹。悟空来可以打吧。他们最后几波在守，太急了他们。哇，悟空不在，感觉悟空在我们就可以打。他最后两波都以为站进来就赢，结果看我们里面人超多。还好吧，小兵刚清过去。被扭扭救可哎！我在等待一个机会。来，我要飞，我先飞出去，我先飞出去。啊、怎么坦克机又被抓到、啊？冲出来了！冲出来了！冲出来了！不行不行不行！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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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Nice nice nice！ 后面的路很快哦。还好那个饭有收。哇，没收掉。有惊喜哦，在上面哦，看不到你在卡下来，就是卡掉的。惊喜哦，惊喜哦。匿名刚是不是交闪啊？不要扣个魔脚，匿名脚闪。哦哦，这个出场、啊、，nice， 还行还行。干，我刚刚没有那个忍者鞋、喔，我忍者鞋，我不是忍者鞋、喔，我有那个法穿鞋，我就屌炸。为什么他知道我从上面来？好扯哦、喔！哇，我这过不去。我绕背了，等我。对啊，我刚应该收匿名的，然后悟空 carry， 悟空220次兵，机枪倒，超神，倒一个，不是啊，我是要讲那个、啊、魔抗血啊，讲错。感觉是安妮。哦！哦！机枪到了，机枪到了！冲我！机枪到了，快！
哇呼！啊！机枪爆！干嘉文是Legendary 大小，那应该巴罗掉了。哎、欸，回补哎、欸，那没吃巴罗，哎、欸、吃哎、欸。哦哦，哇！伊芙琳，伊芙琳到底在干嘛？哎、欸，这波还行、欸。打了，丢了一个大蟹，就往后跑。倒。阿秀。好。哇，加分四个头。他是好意思哎、欸，干我刚好被撞到，他真的很晒哎、欸！我落地一瞬间，他路过不知道撞谁，撞到我，衰哦！嗯，总会有一个安妮在路上。野外露出，看到自己吓到。哇，嘉文太痛啦！嘉文一个人就把我嘟嘟嘟嘟嘟嘟死。哦，我这边可以夹哦。我们就锁在上面，没人推射我才下来。就挨个纠正。哦。几个人啊？三个人，三个好像打不赢。趁他们都往前，我们往前压一波。怎么没救？哇，有金箱塔，他们盖好坏哦。这应该是 AT 吧？哦，有点快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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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爆操！抱歉，抱歉。啊！林柏林冲动了。好，好行，好行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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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打个机，打个机。摩可最近训练强度不够，摩可装备是不是有点卡、啊？安妮他妈也是，
不知道在凶什么的、啊、你。别啊！为什么又是你啊？啊！我怎么感觉可以？哦，一个惊人！失去。这饭一直 BD 啊。不是我们五公也在 BD， 哈哈，哦，哎，炮塔掉了，打掉，哦，可以打、欸。本来哦，那一次这波强力的 TP， 直接把这个劣势的战局给扭转了回来。他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是什么职业啊？奇怪。你们这是？这一切是三小。猴子太神了，那猴子真的是超痛的。但真的是非常平衡的、欸。因为我们刚全部冲左边、左边或右边就可以。因为我右边过了三次，比较怕是因为左边。呼呼呼呼呼呼！我攻 carry， 他怎么用的？全部的走那边来。干！我没有开到那个，啊，差一点点时间。还不信任队友的那个，没指引啊，有指引我就可以看到他进来，直接先定他了。键盘要挂掉，这角色这是用连滚嘞。干，我大天使没好了，这靠背。你们要跟我走左边吗？嗯，他走哪？他一模一样。深渊嘛，下一个。我要直接打飞出去，我要去破。我们现在是一龙打三龙，还好，对方只有一龙的压力而已，三龙的压力。啊，他在 check 我们有吃八龙。啊，你说他大嘴哦？靠北丢歪了。我还发现这个角色在爆发，也就是那个。滚键盘的时候其实不能走位，因为你智能施法太容易那个。你要塞普攻吗？我没有，现在这个游戏好像不能塞普攻了吗？
就是他普攻会自动出去、欸，我今天有稍微观察到，我看贝克每一下都有，他会自动出去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现在好像会，他会自动让他出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狙手死了13个，那你要成为Faker了吗？我现在在，我现在摸可，我在站点哦，死了死了，摸可倒下了，哎呀！竟然！看这一五零超屌！我知道他背后，死！哇！一个屌丝到了，到了！我靠！竟！你们直接屌冲一波哎！他超猛！摩可来了，我不行。哎，我吞着。他妈，他到底在干嘛？为什么要吞我、啊？给偷！怎么又是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？这个发龙不是直接来做吗？为什么受伤总是我们？人真的自己玩得很开心哎，他真的自己玩得很开心哎，感觉要放了。角色开始在滚的时候，他的大绝会再好一次、欸，超扯的。啊！有一个倒下了，我根本就过不去啊！不是啊，这到底在干嘛啊？啊！哎、欸，他有传送门。哥哥一个看不懂啊！我被家人隔在外面。哎、欸，我马上一波倒了。范刚刚直接被秒掉了。哎、欸，一波倒了。GG。游戏帮有了吗？色，去他妈自以为的东西。准备当狼好好
我刚过不去啊，我被嘉文直接隔在旁边，我没闪现。先关台好了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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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。